今天要飞去桂林参加一个品牌的活动，然后这边教大家一个薅羊毛的小技巧，就如果你是支付宝会员的话，每个月是可以领一次快捷登机的，就可以比别人先一步过安检，然后还可以坐快渡车。廉价航空没有飞机餐，哦，饿死了！先来找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吃，都没有吃，完蛋了，全部关门！我服了，铁子们，餐饮全部关门，而且我连一个便利店都没有找到，但是酒店离我现在在的机场过去差不多还有一个半小时。就连自动售货机都是空的，你们看得到我这张绝望的脸吗？充好电了再打表，好不好？充好电再打表是吧？啊，可以。不要你的钱。行，好好好。我真的佛了，打个出租车，怎么这边出租车还是电车的？然后师傅跟我说没电了，要过来充电。像那个西城区呢，就是20多公里，西城区的就是。因为以前这个连贵县合并了嘛，它就稍微凉了40年的。终于到酒店了，现在已经半夜11点多了，但是这个酒店真的各方面我觉得都非常非常不错。先给大家来一个 room tour 吧，空间非常大，然后里面的你看这种木地板呀，旧旧的感觉我都非常喜欢。然后外面还有一个小阳台，对面好像是一座山，不过现在太黑了，看不到里外面的情形，我明天早上再来看一下。然后再往这边走，镜子，然后这个厕所洗手间吧，应该说叫厕所不太合适，非常大，然后还有个浴缸，晚上可以在这边泡个澡。Nice，这么亮堂堂的灯，但是一个人都没有。来吃一个阳朔特产啤酒鱼。吃什么菜？吃啤酒鱼。吃啤酒鱼，应该要吃啤酒鱼。有吗？有。有的是吧？这是最好的是吧？这个最好的。啊、哦，金奖，我靠。对呀、啊，我们这里。啤酒你喝吧。他没有备那么多。不会喝酒。鱼你平时吃吧。也不太吃，鱼也不吃，我也不吃，我不喝啤酒，不吃鱼的啊。没事，他吃就没事没事。但我一个人吃不完这么大一锅，还是这种大锅的。今天太 vlog 的人请客哦，走吧，刷掉。谢谢包老师。这是一个鱼150。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大众点评的套餐，一个鱼加两这么多菜才129，他说不能用，只能白天能用。没事，吃吧。没事，老板买单。那我吃别的吧，啤酒鸭。你来这吃啤酒鸭？啤酒鸭不是他们江浙沪特产吗？第一次见到，还有这个洗洁精啊！第一次见到粉色的西瓜吃，别说话了啊！你说的别的 UP 主的坏话都被我录进去了。300块的啤酒鱼哦，我看到158，我就说点这个是吧？没想到是158一斤，然后最小的鱼就2.2斤。坑了，都说不吃这个鱼，然后现在两个人都吃的特别欢，这鱼一大半都是被他们吃的。300块钱不要浪费、啊。点菜的时候都说不吃啊。谁吃的多谁划算。喝，男人。良心换狗屁啊，铁子们！小两口抛下我自己先跑了，留下我一个人在那边买单，看他们俩。早上睡过头了，赶紧刷个牙下楼。看一下外面的风景，我操！我靠，这个风景，这个 view 还可以哈、啊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搞的老房子了，艰苦奋斗，勤俭建国。趁白天带大家看一下这个酒店的全貌啊，对面是山，这个，哼。哎，这不就是我刚刚看到的那个地方吗？往前看看，这个好像是评分非常高的这种民宿酒店。这家伙长得，
好像是老的这种什么厂房改造的。哎呀，我去，怎么这么冷？哟，美女迎接。这没人呀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隐身了。放魔。太快了，可能拍不到就已经磨好了。好了，机器太高级了，太锋利了。是是。然后现在是一勺稍微多一点，你看我这。我还是睡不了烟了。对，嗯，封口吗？就自己去做的，这样子就好了。哪里啊？沙拉包排挂耳。喜欢的在评论区留言哦，50一包。我操！送那个签名照。这意见。这个东西玩这么多年了，我没有。最后一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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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，3、2、1，有火，有火，可以成功了，哦，帅帅帅，达人秀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跑一条，跑一条，嗯，哦呦，可以的，腔调，腔调，这一看就是从那个许文强身边走出来的人，教学视频吧，哎呀。学会了，可以的。嗯，你这要说一句那个，关注我，每天学一个魔术小技巧。下午咱来这个阳朔的溶洞看一下吧。哎呦，这溶洞他妈跟我小时候看的一模一样，每个地方都长一样的，五颜六色。感觉被坑了，这个地方就是都是长一样的石头，真挺吓人的这地方。哎呦！那上面石头掉下来，吓死我了！哎呦，这个是这个，这是真的夜明呢。对，驱赶蚊虫防辐射的。拿上一对呢，可以这样盘着玩，促进血液循环，锻炼手指灵。像我们现在搞活动也不贵，30块钱一个小的。我感觉这个地方满满都是套路，什么东西都要花钱。太套路了，我还以为。铁子们，如果来桂林玩，建议大家千万不要来这边。有一说也挺无聊的，而且里面巨热，我操，热我一身汗，不行了。哇哦，真的是什么都看不见的。对，手工皮具。好小心心哦。哇，谢谢。Bob 金线小兔兔。兔兔那么可爱，你怎么可以吃它呢？晚上我们决定出来嗦碗这个桂林米粉。用自拍镜啊，用这个镜头拍出来比较好看。哦，对。然后昨天晚上我们吃这个这种大店，我们觉得不太行，所以今天我们来找这种路边的小店，感觉应该、啊、应该越简陋，就是味道会越地道。刚打电话，老板说他已经收摊了，但门就这样子开在这边，这边看来治安挺好。好，整一碗桂林米粉、螺蛳粉、炒粉，再整一个张小白。Human made 本 made 好吧？哇、哦，这真的是 human， 而且两只都是的。这个长得真好看啊！嗯，对，这个真的。我在拍这种很美的画面，然后你们一直在那边说话，给我这画面破坏掉了。阿亮说点话。It's the place to be when you
素质的人啊，公众场合大声公放看视频，看谁的视频啊？是吧？这跟看谁的视频关系不大，是吧？关键在于大声公放，是不是？素质真的低啊！